望请祝刘德华早日康复。55岁的艺人刘德华于泰国拍广告，在马被摔下骨裂及送返香港，而刚跟华仔拍摄电影的王晶只知道对方受伤的消息，也明白好多人正照顾刘德华，故不特别致电对方。至于合作的电影经已拍完，之前配音王晶指配音工作应在农历新年后，所以暂不会有任何问题，现最希望对方早日康复。至于刘德华好友陈岚一直知道消息，但对方现在情况如何则不太知情。而刘德华拍摄广告之广告商方面则只因负责不在港，所以未有任何消息可发放。刘德华盆骨强烈创伤或影响性能力。艺人刘德华在泰国拍摄广告时从马被摔下，导致盆骨有撕裂伤。东莞联络上骨科专科张启然医生，他表示盆骨有如一个环，要视乎伤者伤几节还是两节裂开。他表示如果一节受伤比较轻微，大致休息6个星期，不仅以拐杖辅助极多休息便可复原，但要待3个月后可做运动。至于若两节裂开的话，张医生表示情况则较无稳定，因为盆骨后方有较多血管，有机会造成大量出血，情况会比较严重。有传伤者曾被马匹踩到，张医生表示要视乎踩到边度、撞击力甚至摔下来的高度才能判断伤势。至于会否影响性能力，张医生表示由于影响性能力的神经线在盆骨和腰对上位置，一般情况下轻伤是不会有影响，但如很强烈创伤的情况则别论。最新消息，刘德华盆骨有撕裂伤。现年55岁的艺人刘德华在泰国拍摄广告时受伤，有指他拍摄其镜头时从马背摔下来，伤势严重。大家都十分关心刘德华的受伤情况，而刘德华所属公司回复表示，刘德华先生于2017年1月17日在泰国拍摄广告片时出了点意外，从马背上摔了下来，造成盆骨有撕裂伤。又为刘德华目前有医疗团队妥善的照顾，目前一切平安，让大家不用担心急。感谢大家的关心。另外有着刘德华的医疗专机会于黄昏抵港，大批记者在机场等候，现场有机管局人员表示刘德华专机今晚10:30到范冰冰与爸爸李晨合影。笑李晨发型像花轮。新浪娱乐讯，1月18日下午，范冰冰微博晒出和李晨微博父亲放涛三人幸福合照。照片中，冰冰戴着墨镜比出剪刀手，年轻帅气的范爸爸也坐在一旁面带微笑。站在冰冰身侧的李晨发型飘逸，甩向一侧，引得冰冰不禁发问，站着的这位同学，你是花轮君吗？网友们更是机智回复，他是你的夫君。日前有媒体报道，范冰冰与父亲范涛、李晨共同现身北京台春晚录制现场。看来录制晚会之余，冰冰也没有忘记玩自拍，带着范爸爸和李晨一起三人在台下合影留念。今日冰冰微博晒出照片，不仅有英俊帅气的范爸爸抢镜，大黑牛飘逸的发型更是酷似动漫《樱桃小丸子》中的经典男神花轮同学。冰冰喊话大黑牛，站着的这位同学，你是花轮君吗？对于冰冰这波秀恩爱，粉丝们不仅自发组成催婚团，评论区打卡报道，你有本事秀恩爱，你有本事结婚啊。更有网友调侃到，他不是花轮君，是你夫君。
也有调皮粉丝伪装成大黑牛的语气回复道：“我是你老公。”实习生白慕文责编。静电语最新消息，刘德华盆骨有撕裂伤。现年55岁的艺人刘德华在泰国拍摄广告时受伤，有指他拍摄骑镜头时从马背摔下来，伤势严重。大家都十分关心刘德华的受伤情况，而刘德华所属公司回复表示，刘德华先生于2017年1月17日在泰国拍摄广告片时出了点意外，从马背上摔了下来，造成盆骨有撕裂伤。又为刘德华目前有医疗团队妥善的照顾，目前一切平安，让大家不用担心急。感谢大家的关心。另外，有着刘德华的医疗专机会于黄昏抵港，大批记者在机场等候。现场有机管局人员表示，刘德华专机今晚10点半到，范冰冰与爸爸李晨合影，笑李晨发型像花轮。新浪娱乐讯，1月18日下午，范冰冰微博晒出和李晨微博父亲放涛三人幸福合照。照片中，冰冰戴着墨镜比出剪刀手，年轻帅气的范爸爸也坐在一旁面带微笑。站在冰冰身侧的李晨发型飘逸，甩向一侧，引得冰冰不禁发问：站着的这位同学，你是花轮君吗？网友们更是机智回复：他是你的夫君。日前，有媒体报道，冰与父亲放逃，李晨共同现身北京台春晚录制现场。看来录制晚会之余，冰冰也没有忘记玩自拍，带着范爸爸和李晨一起，三人在台下合影留念。今日冰冰微博晒出照片，不仅有英俊帅气的范爸爸抢镜，大黑牛飘逸的发型，更是酷似动漫樱桃小丸子中的经典男神花轮同学。冰冰喊话大黑牛：站着的这位同学，你是花轮君吗？对于冰冰这波秀恩爱，粉丝们不仅自发组成催婚团，评论区打卡报道：你有本事秀恩爱，你有本事结婚啊。更有网友调侃道：他不是花轮君，是你夫君。也有调皮粉丝伪装成大黑牛的语气回复道：我是你老公。实习生白慕文责编。静电语最新消息，刘德华盆骨有撕裂伤。现年55岁的艺人刘德华在泰国拍摄广告时受伤，有指他拍摄骑镜头时从马背摔下来，伤势严重。大家都十分关心刘德华的受伤情况，而刘德华所属公司回复表示，刘德华先生于2017年1月17日在泰国拍摄广告片时出了点意外，从马背上摔了下来，造成盆骨有撕裂伤。又为刘德华目前有医疗团队妥善的照顾，目前一切平安，让大家不用担心急。感谢大家的关心。另外，有着刘德华的医疗专机会于黄昏抵港，大批记者在机场等候。现场有机管局人员表示，刘德华专机今晚10点半到。